和动车人合作，早就期待这一天了。我举双手，外加双脚赞成。耶！孩子们，地球岌岌可危，这件事刻不容缓。妈妈，您是想让大副？我受局长的委托，向动车人发出真诚的合作邀请。交给我了。跳跳。人类自己闯出的祸，就让他们先去面对。老胡总，你这次说的最漂亮，我们只负责胡姬城的安全。爆破残骸一回，这都是你干的好事，就由你来赎罪吧。我猜想人类与动车人即将合作，应该马上就会有所行动。我已经突破了技术性变异。你想怎么做？听我说。大副，怎么样了？马上就好，你们先进去。好。为了夫妻城，胡子都白了，还说我自私。我们可是铁城的红灰老前辈印证的，守护夫妻城义不容辞。够了。但现在面对的掠夺没像打虎那么简单，单靠我们可不行。快跑，什么？快跑，快跑！什么？快跑！这身躯壳还不错嘛。部件检修完毕。好，接下来该进行能量转换了。头，创新中心出现不明机甲。小红长官，他是我的客人，马上请过来。哇，来得可真快。他没说要来啊。您好。您好，刚才抱歉了。人类确实该为自己制造的麻烦感到抱歉。小红长官，这位是罪魁祸首星空，不就是他发明的吗？妈妈，你们见过吗？你们谈。跳跳，我们去看看红剑。原来在这里修复。萧峰长官，很高兴您愿意来探讨合作。打扰到我了。合作，果然猜中了。注意您的言行，不要暴露。萧峰长官，您说什么？我说，动车人和人类的合作不可能。看来假萧峰要以假乱真了。小心露出马脚。这才哪儿到哪儿？是因为我的错误，但为了地球的安危，我看。你们仅仅是想利用我们对抗敌人吧？有点不对劲儿。这样，你们不仅把动车人当成试验品，还要假装合作，骗取我们的地球支援。您误会了，我们是想……您先听我说。人类是最低等的生物，根本不配和我合作。你。太无理了。萧峰长官，听说您的棋艺天下第一。你们虚伪，让我入洞
反应迟钝。哎，您是怎么破了顽皮大师的棋局？秘密。总之，不要妄想与我们合作，愚蠢的人类！你实在是无理至极。不对劲儿，大夫，拦住他！少夫长官，等一下。是这啊，两个小动长官。你是谁？谁？我是真正的小风长官，是吗？我的拳头可以证明这一切。假冒伪劣可是要付出代价的。给我，那怎么回事？假的？不对，该帮谁啊？大夫，透视眼！提醒的真是时候。数据线连接上。大副上。红剑，清醒点。战斗伤害的神经网络无法修复，他可能会失去行动能力。不可以，跳跳，你快想办法呀！现在只能将其他动车人的基因复制到红剑体内，重新修复。我来。基因复制是。看来敌人是来阻止我们合作的，绝不能让敌人的阴谋得逞。妈妈，完成了。消息：城市中出现的神秘英雄被证实为动车人，人类。
和动车人已达成合作，正式成立动车侠校队。妈妈，他之前救过我。哦，他们真厉害。对啊，他们很厉害的。给我炸了他们！建议等待机甲修理完毕。你的建议让我很不可思议，我得给他们送上贺礼才行。欢迎你们，这将是载入史册的时刻。成立动车侠小队意义非凡，伏击成立时又将添加恢宏的一笔。这是，国公有什么话就直说吧。目前掠夺掌握着星空、防火墙、爆破，大量的无人机和邪恶机甲。那又怎样？知道你厉害，但是我们人手确实不够。如果铁拳和西国资源长，给他们一点时间。既然如此，那就让每个人都变强。少少，我这身老骨头也需要升级一下了。大风他们真了不起，我们也应该出马力，一起保护好伏击城。对，走。动车侠小队，有什么了不起的？就算我的铁拳生了锈。也不行啊。话说回来，伏击城哪件大事不是我们冲在最前头？我的铁拳战功累累，想让他退休没门。等等，你刚才说没门？可人类可以做法没门。纠结过去才是真正的老古董。那你说怎么办？竟然相信那些来路不明的机甲，真是愚蠢。难道我们护卫队保护不了地球吗？用拳头把尊严夺回来。是是。小雨，肩部重炮测算完成，完美的设计。头，发现无人机。又要搞什么？不好了，头，重型武器系统启动了。什么？怎么办，头？该我们上场了。守护和平，动车侠出击。小凯，立即联系护卫队指挥部，让他们尝尝护卫队的厉害。星空可能已经超越了技术性变异点，武器系统有被控制的危险。难道就坐以待毙？这是在冒险。这是护卫队的责任和使命。头，全力配合动车侠小队。是。马上就好。干得好！不作气，全部歼灭。是是。锁定目标完毕。发射！怎么回事？病毒入侵了。立刻使用备用系统。试过了，无效，完全不受控制了。真的被说中了。我不相信他有这么大的能耐，马上想办法解决。立功的机会来了。
劲儿，看看再说。这么美丽的身姿上不了电视，可惜了。动车侠小队成立后的第一站，我们得干得漂亮点。区区几架无人机而已。怎么回事？星空一定是突破了技术性变异点，控制了武器。可恶，先干掉再说。那是护卫队的战斗机。我们和人类刚开始合作，绝不能攻击自己人。天哪，还有导弹车！我就说吧，人类不可信。没那么简单，人类的武器好像被控制了。怪不得他们一直在躲避，我们怎么办？再等等。妈妈，有什么办法能让武器脱离星空的控制？有一个办法，但很难做到。什么办法？毁掉芯片。那和直接毁了武器有什么区别啊？妈妈，我需要武器的结构图。这个主意太棒了，明白，就是你的。九龙炸炸炸！成功了，成功了！人类和动车人的联合确实变得更强了。无人机全面攻击。白浅阵法，掠夺开始研究孙子兵法了，那就来个各个击破。上场，老家伙，别磨叽，快动手吧！快来救我！不好，我这条路。小副长官说对了，他们耐不住寂寞的。巨老头开枪了！竟敢欺负副机长最美丽的动车人！铁拳炮弹！我住的传音器怎么样？快到神族！闲话少说，趁现在上！动车侠小队，出击！铁拳炮弹！来！无人机已全军覆没，我的鹤立鸣不允许取胜。动车侠小队还得靠我来拯救。老胡总，这次是我。有个箱子。打开的，打开的！不要打开！